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，不过说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每个礼拜哦，都很期待要跟你们见面。哎呦，因为你知道，因为像我们这最近拍戏，真的我算算也1000多个日子了。对，那常常都坐在外地，就有时候都会思念你们，然后思念家里面做的菜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有时候真的，像我偶尔就会想起妈妈煮的那一碗面。我就很想回去吃一碗妈妈煮。就是秋老菜。哎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两位来宾。家里面有没有你们喜欢吃妈妈做的家常菜呢？我个人还蛮喜欢我妈做的一个三杯鸡。三杯鸡，好好吃哦！妈妈做的三杯鸡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跟外面买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啊？因为我发现，因为可能因为我是就是客家人的关系，所以我妈做的特别的咸。哎呦，味道特别重，好好吃哦！元真呢？我的妈妈就是很懒惰，她喜欢煮一锅那个姜汤。羊汤里面就是有放很多猪肉块啊，还有笋丝啊，看看有什么剩菜剩饭都丢进去，就滚一滚，干抹一下，干抹啦。对，另外他就让我们，反正我跟弟弟肚子饿，就把白饭拿出来浇崩，这样吃，而且那可以吃一个礼拜。哎呦，难怪那么瘦。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大可能就跟家常菜有很大的关系。哦，那我们就马上进行今天的记忆大考验。记忆翻牌大 PK， 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人物或对应事件，看哪队在最短时间内翻出所有的案即是赢家，有机会翻出万元奖金哦！开始看记忆大考验。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的元昊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昊，还有冯元珍，以及我们的林道元。介绍我们今天的统统队，有漂亮的统统，还有我们漂亮的瑶瑶，以及我们的爱晨。假爸爸，妈妈煮的家常菜你最喜欢哪一道？今天家常菜食材配对翻牌记忆，不止让你看得到，更吃得到哦。像你们这些美女，平常会下厨吗？当然会啊，会啊，会下厨。那瑶瑶最拿手菜什么菜？泡面。蛮大的耶，我这边有开餐厅的啊，还有老饕啊。哦，对，老饕，你是老饕 ，OK 啦。你是什么东西都在吃吧？我也是。你平常会下厨吗？不会啊，就微波食品很方便。好，统统队准备进去翻牌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哎呦，大家可以看到有生炒脆肠，它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鹅肠，以及我们常知道的番茄炒蛋，主要的食材就是番茄啦，以及沙茶牛肉、牛里脊。时间到，请搬回来。元昊队 ，Ready。哦，刚才有讲到鹅肠在哪里？哎，答对了，生炒脆肠，没错，漂亮。哎呦哎呦，漂亮漂亮。番茄炒蛋，食材就是我们番茄了。哇，绝对是小吃王子哎。这是什么呢？错，放回去。是，都是石目鱼。哎，冯元珍，冯元珍，微波食品的冯元珍，四季豆。哎呦，这个干煸豆，干煸四季豆，干煸四季豆，答对。还有什么呢？哦，冬粉，冬粉，冬粉跟什么在一起？蚂蚁上树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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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哪边？上哪边？上错。哦，是什么？麻油腰子。对了，对了，哎，不对哦，是腰，然后腰子在这里，腰子在这边，麻油腰子答对。然后滑蛋虾仁，滑蛋虾仁是下面啊，下面啊，下面，左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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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锁上啦，锁翻回去，不是牛肉炖马铃薯，我真的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冬粉粉，没错，答对了，就是蚂蚁上树。不用笑，笑下去，答对，答对，下面答对，下面下面，石目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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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石目老饕林道远，马铃薯，马铃薯，哎呦，哎呦，马铃薯上面，刚才有水果，不是那个啦，翻了翻了，不管了，为什么不是啊？讨厌，哎呀，马铃薯在哪
里？马铃薯炖肉。牛。哦，刚才有讲到。不是不是。不要。沙茶牛肉搭配了。活动时间到。哎，我们算是干扰成功了。对呀。算是干扰成功，其实有一点难度吧，对，老饕。其实有一点呢，是有一点难度了。元老队第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40秒。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家常菜的食材，有没有人知道麻婆豆腐它为什么要叫麻婆豆腐呢？因为他老婆很辣。不要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当年发明这个人的时候，他是阴错阳差，因为这个妇人呢，她脸上有留下这个天花的痕迹，然后她的名字就大家都叫她陈麻婆。然后她开店做生意呢，有一天呢，就有客人拿了这个菜油啊要给她，那你可以帮我们做不同豆腐的料理吗？然后她就用自己的巧思加加端出去之后呢，就这道麻婆豆腐，哎呦，客人也非常的喜欢，是这样子来的。各位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蚂蚁上树。这个妇人呢，她脸上有留下这个天花的痕迹，然后她的名字就大家都叫她陈麻婆。然后她开店做生意呢，有一天呢，就有客人拿了这个菜油啊要给她，那你可以帮我们做不同豆腐的料理吗？然后她就用自己的巧思加加端出去之后呢，就这道麻婆豆腐，哎呦，客人也非常的喜欢，是这样子来的。各位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蚂蚁上树。蚂蚁上树其实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呢，他有一个人，因为他家境比较不好，他每次去买那个饭菜，然后卤肉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呢就会觉得想说，哎呀，他都没有什么钱，就故意给他切那个很小块的，有没有？有一天他就把这小块的很小块的卤肉带回去，跟那个冬粉啊和一和拌一拌，然后给他的那个妈妈吃。妈妈年纪大了，看以后以为是蚂蚁什么来的，就蚂蚁上树的由来，菜是这样子的来。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名字虽然是不好听，但是东西好吃的不得了。是不是讲着讲着又到我们试吃的时间了？哇，到了试吃的时间了，看到没有？蚂蚁上看起来炒得很棒哎，好油亮啊！冬粉是用绿豆做的，对，所以它其实那个含淀粉量，它淀粉值是低的，所以它其实呢，如果在减肥的人其实是可以吃一点。然后呢，隔壁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这个麻油腰子，对。可以多喝一点，这盘就留给你，等一下打包。来来来来，吃了，来来来，请用。今天很显然的，大家都选择了热量比较低的这个蚂蚁上树，它其实有点加有点豆瓣那个辣椒在里面，然后它的肉末其实咬起来然后很 Q， 非常的 Q， 带有点筋在里面。它这个麻油腰子吃下去有没有？我觉得我的肾活起来了。你发光了。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试吃好吃的东西啦。马上换到我们的统统队。刚才我们都没有问到统统，你会不会下厨啊？对，我本来不会，但是搬了新家之后有厨房就会了。哎呀，那你最常在厨房做什么事啊？炒菜啊，炒菜，炒什么菜？干煸四季豆我会。哎呦，然后番茄炒蛋也会，很简单。但是我最喜欢煮咖喱饭。厉害哦！好，那我看早一天我就去你家品尝一下。喂，可以。OK， 好，是的。马上就请我们的元昊进去翻牌，请翻牌。哎呦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东坡肉，还有我们它的主要食材就是我们的猪五花啦，还有我们的鱼香茄子，它主要的食材就是茄子，以及四神汤是我们常常吃到的，它主要的东西就是猪肠。接到，请翻回去。哇，统统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又下我们刚才有讲到过，东坡肉，答对，它在哪里的东坡肉？对，猪五花，对，这是什么？答对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海蜇皮？它在哪里？海蜇皮是什么做成的？错，翻回去。爱说不算海蜇皮是什么做成的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宫保鸡丁。鸡丁，宫保鸡丁需要什么？右下。没错，翻回去它需要的不是茄子，不是下面那个。这什么？哎，鸡胸肉，上面在哪里？下面。
加油加油加油！紧张为敬，爱神，鸡胸肉，鸡胸肉，哎，答对，宫保鸡丁，鸡胸肉，要上要上，鸡胸鱼答对，金木瓜在哪里？金木瓜答对，好朋友，下面下面鞋子鞋子在哪里？鞋子答对了，鱼香鞋子，最美就是海蜇鱼，时间到。我家以前本来想开餐厅，就没开。喂，谁那么多行业都有关联啊？好，对，第一回合用掉的成绩，时间是1分26秒。有一个东西是我常常会搞错的，章鱼跟花枝。他们哪里不一样？章鱼是各位，那这个是章鱼还是花枝？章鱼，章鱼，这是章鱼，八爪章鱼啊，八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那它是花枝啊，花枝，花枝，它又叫卵丝，能吸啊，能吸啊。其实呢，他们两个长得不像，像不太像，像像哎。把它切成片或切成丝的时候，看不出来。如果他们两个呢，生出来的人呢，应该就是他。喂。因为他们都有冰虚，都有虚虚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搞错，好不好？紧接着，东坡肉为什么叫做东坡肉？苏轼因为入狱被贬黄州，在贫困生活中钻研烹饪美食，将烧猪肉加酒用小火慢煨成红烧肉，色泽红润，汤汁稠浓，味道醇厚，后人便把这种煮法的肉称为东坡肉。爱晨，请问你，海蜇皮，海蜇皮，它是什么做的？海蜇皮它算是那个海底里面的一种生物。不要笑，他讲的没错。什么生物？等下什么生物？什么生物？类似海带一样的东西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所以他其实，我们这样大家可以知道，他刚刚翻最后那个答案，是因为只剩下一格。只剩一格。所以他是不懂的。他是水母。哈？水母不是有毒吗？它是从水母身上割下来的。艾辰呢，他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海蜇皮是水母做的，但是呢，水母做成海蜇皮之前又是什么样子呢？马上来看看。艾辰，海蜇皮对，在做成一道菜之前，它是长这样。哎，这个感觉长得很像豆皮啊。嗯，真的，它像味道，水母很腥哎。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海蜇皮它在还没变成一道佳肴之前，那味道，不要玩，感觉上就是鱼市场那种腥味。你好像面膜。哎，你刚刚好像在说你的面膜哎，两个肉，嘴巴。很难想象这么好吃的一个东西，它既然之前是这样子生，而且这个水母应该很大只的。对啊。第一回合呢，统统队暂时领先啦，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1960年代街头巷尾大家耳熟的经典好歌，你知道演唱者是谁吗？今天就要请你坐上时光机，回味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哦。那回到激战考验第二回合。洪文珍喜欢听歌吗？很喜欢。喜欢唱歌？唱两首来听听吧。不要了。听歌就好。感觉一问问到人家痛处，还要一直往下挖。我想说他喜欢听歌就喜欢唱歌。没关系，我唱给他听。哎呀 ，so sweet。请彤彤队进去翻牌。彤彤队，请翻牌。哇！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有游鸿明，他有一个是。孟婆汤，黄安大哥《新鸳鸯蝴蝶梦》当时红极一时，还有周蕙的《约定》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。时间到，云浩队 ，Ready，Let's go。好，点爱恋，点爱恋，他视频唱到很菜，哇，爱超水，加油，加油，哦，这是游鸿明。后面在哪？下面，黄兰，这个很难哎。哦，孟婆汤，答对。左上，包青天，包青天。哦，答对，大哥。哦，这是谁？蔡琴，哎，周蕙。哇，蔡琴跟周蕙有合唱过，没错。周蕙，对。不要唱这个嘛，对，跳是哪位？不要。同年代的歌，没错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王菲答对。好，老董啊，好错。放回去，我在这里。啊，我愿意被忘情碎。
恰是你的温柔是谁唱的呢？哎，这个是蔡依林，蔡依林。看谁蔡依林傻傻笨。恰是你的温柔是谁唱的呢？哎，这个是蔡依林，蔡依林，蔡依林啊！右下右下，错。来了来了，恰是你的温柔答对，是啊。对，答对。右边啦，右边啦，错。翻回去，错不是。唱的这首歌非常经典，大家都听过。行至这条路在哪里？错。请翻回去。行至这条路。回合用掉的是1分33秒。各位，有这么多的好听的情歌，对，真的。忘情水，元浩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给我一杯忘情水。还我一杯不流泪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我会看见我流泪。经典，这首歌也是经典，太经典。应该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心里也是会有感触的。我觉得女孩子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，就会为对方做很多事，什么都愿意。Oh my god， 义无反顾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是马上牵走，会不会唱啊？我愿意为你，我愿。只要你诚实，那爱与我回忆，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回你。你这样子，你安利的刚看出来。刚才洪文忠刚才讲说，这是第一次初恋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很有感触。我想问一下，那时候几岁？高中初恋。高中。而且你们看，第一次的时候初恋就是我愿意，第二次谈恋爱那就是荷尔蒙破大。完之后就会有个约定了哦，就会有，唱完就约定有承诺。我超爱这首歌的。约定谁会唱？约定难过的往事不去提，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。讲完，我会唱约定，就签了就错了。没有先发制人，对呀，不是，不是你，你先发制人没关系。我刚刚跟彤彤两个在干，那你干嘛一直电呢？没有，这种叫做认真。哎，我第一次唱情歌，唱过没 feel 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元浩队带来的这个经典的歌曲，时间我觉得还不错哦，还不错。彤彤队要努力了，好不好？马上攻守交换。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你们里面有个音乐造诣非常好的爱成，有个歌手在，而且我家里以前想开唱片啊。哎，他每次这样子讲的时候，通常成绩都很好。元浩队准备进去翻盘，来吧。哎，这是马来西亚的歌手，元浩队，假的，请翻牌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王郭富城对你爱不完经典歌曲，以及张宇大哥的用心良苦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。蔡小虎风俗卖铁器，时间到，彤彤队 ready。这是谁呢？在哪里？赵永华答对，漂亮哦！哎呦哎呦，小雨伞，彤彤队又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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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往事同在。谁唱的？谁唱的？下一关是谁？哎，下一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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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鼻炎伤痕答对。哎呦，你是在说我啊？又上我啊？在哪边？在哪边？这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对啊，什么？那个啊？什么？错。瑶瑶，瑶瑶，这是谁？真心。哎，我刚刚帮我真心换鞋底，真心换鞋底，边下面，边下面。对，用心走，三米，右上，右上，左边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对对对。哦，对。张学静，艾辰，艾辰，用心良苦。阿米大哥答对，梦醒十分。错。那个男的是字幕的人。艾辰，你很逊哎。字幕的人。字幕的人。哎，洪一峰答对了。他锁住了，锁住了。把它锁起来。梦醒十分，陈俊华答对了。蔡小虎，翁祖凯。在第二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19秒，算快了，算蛮快的。来，这边呢有几首歌，譬如郭富城，哎呦，郭富城经典，对你爱不完，是艾辰最喜欢跳了。不行不行，不要，观众一定都已经听腻了，对不对？也看听腻，你认为他们会听腻吗？不要听，不要听，别，你不要跳，不要。郭富城还像郭富城，那我呢？那我呢？比你郭富城再胖一点点。好，还有呢，梦醒十分，其实是我妈妈很喜欢。真的，我也也好喜欢。你会唱来唱几句？梦醒十分，我来啦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。哎，谁会站高一点？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。哎，等一下 ，ending 要有感觉，真的。太高了吧？不必的。这个身高刚刚好，这个身高刚好。这怎么有点可怕？没有，等到我来就好了。其他还有没有人对哪一首歌喜喜？还有，当然哦，还有那首最浪漫的事，最浪漫的事是我们夜市人生，纯纯跟维伦不要再讲了啦。哎呦，等一下呢，哎，哎呦，我手机怎么在？拿手机出来是干嘛？今天呢，是才女要好好表现的时候。哎呦，才女要站在舞台上。来吧，来吧，你认真吹吧。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里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这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元昊队的成绩是3分13秒，统统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是2分45秒。来吧，来吧，其他姐妹来。哎，今天很难得哎，艾辰他竟然赢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最近这几周表现得很好，尤其在记忆大考验。谢谢谢谢，希望我们每次记忆大考验里面都有很多东西让观众都有学得到。没错，是的，所以要学到好东西呢，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